多谢你这么多年来的照顾，无论是15年前的那件事，还是现在我出事，我还是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救回嘉怡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脱离警察身份。那处警察竟然是第6名参赛者！欢迎大家来到 DC 比赛的起点，最先出现的车手，他袭击拒捕抢警车逃走。 这一连串的动作为他争取到参赛分数。知道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警察，更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报道。小海入狱是最好的结果。仲冬是不是很辛苦？他是不是很嚣张啊？既然他来找我报仇，是该将DC一网打尽了。